大家好，我是兔仔。今天我一个百货公司，因为是我回土耳其，我回土耳其的时候，我要买有些礼物送给妹妹，因为你们知道，上次我带去很多礼物，她真的很开心。她很喜欢台湾的文具跟玩具。今天我要再买一次，因为他的生日已经过了，可是我在台湾，所以我要准备这样的可爱的一个盒子，里面放很多台湾的玩具跟文具。先我要买这个，今天这个什么？这个是姓氏的，不是姓吗？兔，兔先生，兔先生，没有，兔，应该很难。哎，我的名字是兔甲，为什么每个人说兔子？兔子是那个动物，对不对？兔子吗？是。兔子不是吐司，哎，我吃的吐司，很可爱的 baby 哦，还有台南的，我要买两个，我送给妹妹，一个是大妹妹，一个是小妹妹的。上次她真的很喜欢这种东西，我这次也要买，我看看，哇，这个真的很可爱。在土耳其没有这样的特别的口罩，我的国家的口罩都是白色的。还有你们戴那种白色的口罩的话，每个人觉得你们是生病。对，我妹妹生病，可是她不喜欢戴那种的，所以我今天在这边会买有些可爱的口罩，我觉得很可爱。这个是超可爱，我也可以用这个。口罩买多一点，为什么吗？因为是妹妹每次去医院的时候，小朋友们看她的口罩，他们也很想要戴那种的。可是在土耳其没有，所以妹妹给他们一个两个。可是你们知道应该是不够，所以我买多一点，还有送给他们。你们觉得？我觉得这个是很好，我买多一点。我买还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筷子。还有这边有真的很可爱的笔记本，我要买多一点，因为是真的很可爱。你们看这边的笔记本真的好可爱。婷婷，你看，你觉得？你看，很可爱。我看，啊，250我可以买这个，这个，还有这个没有很大，所以放心里面没问题。我要买这个，怎么样？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嗯，我超喜欢的。我真的超喜欢了，不行，拿回去放。我真的超喜欢了，你放回去。婷婷，我真的很喜欢，这个是我妹妹也一定很喜欢。你们看，等一下，你看她的眼睛，还有你看，很可爱。我要买这个，不用，放回去。我要，一定要，我要，一定要，这个是一定要，一定。这个是我真的要了，放回去。她真的很可爱。你买那么多娃娃干嘛？我要带去这个，我妹妹真的会喜欢。他放他的床上，因为是他的床上有很多娃娃，他还有放这个。OK。我的跳舞真的不好看。我写小的一个文章，我的很漂亮的妹妹，台湾国旗。我觉得她会很喜欢，因为是有很多可爱的东西。还有，我要问你们，你们也要送给我的妹妹小小的礼物，还是这种的卡片吗？我跟妹妹拍特别一个影片，你们的礼物的影片。我们开你们的礼物，可是我没办法带去很多礼物。你们要是送给她礼物的话，大概这样的小小的礼物，你们可以寄给我们，跟我们在 FB 联络，可以吗？可是没办法带去很多。还是你们寄给我们这样的可爱的卡片，你们写有些好可爱的句子，因为是她看你们，你们的句子，你们说妹妹你很漂亮。
还是你很可爱的话，你们这样写的话，他真的很开心。我准备去土耳其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你们可以订阅 Best of Taiwan， 还有你们可以分享这个影片吧，拜托分享。我很喜欢你们，我很喜欢台湾，老台湾。拜拜。